否准备好了以银河系乐团的名字坚定地走下去？怎么样，是不是名字应该没有什么要改的吧？最开始就是我跟彤彤嘛，那个时候我就是主唱兼吉他，然后我看到他好像是唯一把弹琴，然后弹琴这个乐器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乐器，就所有的弦乐什么大提琴小提琴啊，我觉得大提琴是最有最绅士最有风度而且最好听的乐器。这个乐队最初是我和五星就是在最初组队的时候组建的，然后后来有其他的伙伴一起加入了我们。梦当时就是突然他说他也当时也想选我，然后我就跟他刚好就组上了。没有选五星应该就离开了吧。对，后来就是徐阳啊，就选了个打击乐手，还有打民乐，也他打的东西跟那种架子鼓啊，那种摇滚不一样，他打的是那种小的，民族小的，就是有点特殊。就是他们三个人最开始其实跟我聊了很多，对，然后也聊了他们继续想走下去，然后为什么要选我，对，我觉得就是一种缘分嘛，我觉得也是当时那种情况下，因为大家录节目都很崩溃的情况下，我其实感觉还是一种缘分，然后就像命中注定，对对对。我感觉我选了一对特殊的东西，多少也是一个 double bass，不是正儿八经的类似。当时已经是四个人了，我是第五名进入的。然后因为之前就是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五星之前找过我帮他编一点曲，我大概了解银河系想要什么风格，而且我觉得我的乐器也是古典嘛。我们当时想玩古典流行，然后我觉得那我可以一起玩，感觉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答应加入了。我觉得银河系这个乐团是，就是所有的乐团里面那些比赛里面最特殊的一个乐队。它不按常规出牌，没有四大线。什么调来着呢？我又忘了。那银河系也经过了两年的发展，你们觉得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团？这问题都很犀利啊。对，我也觉得。不太好回答，就是像上来一个是一个毕业的乐团，对，这就是要毕业的乐团。所以就是大家多多少少有些成长吧，比那时候青涩的自己到现在，可以去完成自己都可以完成一些事情的，会有些成长。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两年前加了一些悲伤。加了一些现实，对，就长大了，然后看清这个，对，你在看清之前，我以为我们能成为下一个，后来发现想法还是他的，是有些遗憾，被磨成瓜了，被世界磨平棱角，做了自己之前不敢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要是不来的话，我觉得我会后悔，但来的话也后悔，我觉得就是至少做了之前不敢做的事情，我觉得人生就是都要尝试一下，万一不尝试，万一后悔就那个。他意思就是说跟我想法一样，就是来了就可能后悔这一会儿，不来的话可能后悔一辈子。其实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我们俩也没有，这个我还好，就是我们俩也会想，就是昨天我跟武夏在聊，就是假如说我们没有聊到明日之子会怎么样，就是我们也觉得会后悔，一定会后悔。然后武星说，哎兄弟，那如果你没来，你不会认识我。
双 C 零，太飒了，感觉、就是还是很开心能认识。哎呀，你不给我捧一下、然后就是说还是很开心能认识这些兄弟吧，就这些经历还是一定有一辈子忘不掉的。我不认识他们的话，一定会很后悔，是吧？对，是吧？嗯，双喜，谁编的呀？黄老师吧。对，然后我曾经又编了一下什么，我觉得，是一段成长，对吧？当你想我时会哭吗？也会擦干眼泪如水吗？数着我走以后的黑夜与白昼。最后在 IDK 待了，对，最后在 IDK 待了20分钟了。哎，你们上午第一次面名是在上面，张志，我也在这面，张志在前面架机器在那拍。都说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吧。你们觉得毕业结束了什么，开始了什么？新的什么开始了？坐下你的肩膀。If you wanna cry, 他不配合我。哎，你真的好烦啊！你为什么一直在我后面啊？每一张都有你，非得说明我一直在你的身边。开心，很悲伤。这个夜蛮敷衍的。毕业了，暑假结束了，新的学期开始了。对于我们三个人，你先想一下怎么回答。对，我们三个人。也许我也新的学期也开始了。我这里毕业了，新的学期开始了。他这两张搞怪的，来，真的搞怪哈！别，就是我们全部人搞怪，一个人在那微笑摆帅。好，微笑摆帅。等一下，起来先把裤子。好。我当时就那么小的，好吗？3、2、1。那你们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我期许生活对我好一点，期许就是能学到更多吧。因为像毕业这个部分，毕业了后你肯定会面临着往上更高的一层，比如说你高中升大学，这样觉得也会遇到更多的事情，更多的挑战，更多的风景，这样吧。然后期待能面对到更多的惊喜。包括大家相处的时间其实还挺短，就2年。我们需要接触，需要认识，需要包容，再去玩音乐，把音乐做好。2年来说其实是挺短的。那肯定我想我们乐队怎么辛辛苦苦怎么出来的乐队能更上一层楼。然后希望听我们乐队的歌的音乐，那肯定还是不好。3、2、1，银河系探索卫星创造。
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因为我没有想，就是我不知道再怎么让它变得更好，但我能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他也想发布那个我们银河系的官博，好不好？如果那个你拍，哎，如果你拍拉大，你帮我拍一张呗。就是这次的毕业巡演之前，你有想过银河系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毕业吗？嗯，站在万人围绕着的舞台中央，一起鞠下一个躬，然后后面大屏打开，我们一起走下去。我说我的箱子，给我耳返里大一点，就可以开始了。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以舞台的形式，我期待是开心一点的吧，大家都能开心一点毕业，对，就不留遗憾就好。我觉得就是突然一下脑海里面就是四个人站台上鞠躬，就突然一个这个话，对。这个席子也是我们自己准备的。嗯，其实这样子的毕业也算在意料之中吧，我觉得。对，就是很精心的准备。舞台，然后以演出的方式告别全国各地的每一位粉丝。我们现在其实对最后一场是有些设想的，当时我们商量那个最后一场要以什么样形式呈现的时候，那个画面其实会让我感动的，就我们想象那个画面我已经很感动了。就是因为我们最后一首歌叫《心弦》嘛，然后有一段旋律是合唱，那合唱的感觉，我们现在想象是所有的包括工作人员还有朋友都上到台上来，穿着统一的银河系的一个服装，我们所有人一起唱的一个，然后一起一个谢幕的感觉。现在就是这种毕业方式，有过自己的设想与出入吗？有啊，人数没那么多，后面没有一个大屏能打开的大屏。我其实有很多自己的 demo 可以拿出来唱，但我觉得我其实做事还是比较认真，我想认真对待每一场曲，对待每一场演出，因为这都是有限的，演完一场就少一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是写一首概括我这一路的心路历程，这是自己的，如果是能够让我来支持我。
本科生想去念的。你的毕业这个东西我比较乐观，我不想一提到毕业大家都哭哭啼啼，我觉得是大家又成长，因为我也26岁，但不是可能是这样。想还是想做好音乐，但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现在其实，比较，音乐是我的爱好。其实，如果有人能把自己的爱好当做职业去赚钱、去养活自己，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这种事情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我还要学东西，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还有很多东西，学历各方面的，还有作品啊，很多东西真的很太多了。那你觉得现在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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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嗨，你好，嗨，我是小鹅。给大家，给大家来一个节目。我们喝的那是。来一个。我像一个桥吧。很幸运的把大家都聚集在一起。那其实就是队长嘛，做了两年队长，你觉得就是做这两年队长有给自己，就是自己个人内心啊或者性格方面带来什么改变吗？有吧。脾气更平了，更磨平了，就是我觉得更加的注重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放出什么情绪，什么时候应该收起你的情绪，什么时候可以释放你的情绪。好，没办法。你像要给这个吉他代言一样，你不说我以为你在拍商务，你还笑的。因为我这两年不仅是队长，我还算是一个艺人，也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场面，什么人都见到过。我觉得什么时候应该尊重大家，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怎么样，对。胡鑫，你再试试看，应该不会。那因为大家知道你是学水利的嘛，然后又很会拉大提琴，就是从银河系毕业之后，你会想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房地产。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对，确实有想过呀，反正就是想过，就是回去干事业去，然后但是，后来也是两年了嘛哈，就是在里面了解了很多，学到了很多，其实还是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就是我喜欢舞台呀，我。喜欢在台上演出，然后台下有人看的感觉，对。所以不仅仅只是拉琴吧，然后我也渐渐的在这两年里喜欢上了唱歌跳舞，不好意思，跟跳舞没关系，跳舞只是我真的就是想玩而已，我并没有就是真的就是。特别想要跳舞，因为我也觉得跳舞挺累人的，只是觉得好玩，就还挺喜欢唱歌的，然后也自己也在这两年学会了简单的创作，然后想要把它学得更精，然后以后能够做出更多的
音乐给大家听，给大家讲更多的故事吧，就是来激励人心，来激励歌迷们。就是乐队中的我就是要跟大家告别了，然后但是新的我就是将会跟大家再相遇，这个样子。嗯，希望以后歌迷啥的能看到我好的作品吧，我只能这样说了。嗯，我觉得提琴是我的特点吧，不可取代的东西。但是演戏呢，我讲真实一点，首先这个东西我没有说我很反感它，第二我没有说我感觉我拿不下或者是怎样的，我还是挺愿意去尝试去学习的吧。对，就是这一块呢，是作为一个成熟艺人，我感觉他得还是得具备的一些硬性的一些条件吧，就是要想走得长远，或者是怎么说的，反正哎呀，他们都懂那个意思，反正还是得学，还是得认真的学。这首歌来源于一个电影，我自己写的电影，这是电影的一部分吧。然后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遗憾的故事，这遗憾是值得怀念的美好的东西。一个惊喜就是我这次可能之前都是用场地的设备吧，然后这次自己定做了一套设备，对，然后也加入了一些小心思在里面，对，定了一套属于我自己的鼓，然后也装了一些效果呀，灯光啊，对，然后在就接下来的巡演中吧，对，我会自己编了自己编曲，自己创作了一个作品，对对，还没有演过，然后可能下一场演出的时候会。我编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带着了怎么说，就这跟银河系这一段时间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是个打爵的表演，对，所以。因为他很有这个代入感，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在台下的都会，都希望能都有互动，一起互动起来。那这两年的艺人生活有和自己一开始的设想有出入吗？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还我把我自己还想成一个学生。一个学生的角度，对，因为我还在上学嘛，对。现在有毕业实感了吗？具体表现在哪里？就是我们厦门场演完之后，就大家一起聊了一下这两年吧。对，我就那一瞬间，然后我觉得抱在一起痛哭那种感觉啊。兼顾学业和兼顾演艺生涯的这种方式会和自己一开始有出入吗？其实还好，
对，因为就我们在音乐学院也其实生活在舞台上面，其实站在舞台上无论是什么舞台都很享受。对，说一下对未来的自己的期许吧，和就是对未来自己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学音乐的嘛，可能音乐就是会陪伴我一生嘛，对，然后就希望自己不要放弃，然后要，我觉得还是就是多想想最初的自己，就是甚至是没有参加节目时候的自己，然后希望自己能活出来自己想象的样子。8月5号，然后此刻我在市一，我在市委招生一，然后咱就是说现在场馆应该是没开空调。那咱就说我是一个爱出汗体质，然后现在就是然后另外就是。就是说，因为我不是刚发了一首新歌嘛，然后这首歌其实就很简单，就想大家就快乐听着玩笑，就是不需要去藏太多的深刻的东西，就是我们一起来开个 party， 大家开心心快乐乐就好。那你的低音提琴上面是因为詹麦掉了一块漆嘛？有计划想去把这块漆补上吗？是有的，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吧，老师那边店面现在开不了门，再加上我现在搬家了比较远，不太方便。哦，2年了还没补。那即将毕业的复兴操和刚刚参加比赛的复兴操，你觉得有什么变化？这么说吧，我感觉更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就是我更知道一个艺人应该做什么。然后你的舞台应该是什么样，然后你的音乐应该怎么做，就尤其是你是一个音乐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做音乐，怎么样跟制作人去沟通，这些我觉得是我就是这段时间明白的。你看，因为只有我从北京出发，所以这么美的比赛现在就拍不到，哈哈哈哈。是这样，因为以前我看待世界可能是以当时的角度来看，而现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尤其是我以前很少出北京，甚至我可能只有初中的时候参加那个游学才出一下北京，然后现在像巡演全国到处跑，才能用更多的角度去感受这个世界，包括看一些飞机上的风景，这种就感觉世界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有一次那个我们广州场结束后那个采访，我当时说了一段话，我说我觉得我最近感受到人不能停下思考，要一直思考，不管你是对你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去思考它应不应该这么做，到底做的对不对，还是说对未来的设想的思考，都不应该停下思考。我说哇，我好长大了。对，然后虽然当时啊我是这么坐着的，但我内心哇这句话说得好。那么结束了乐团的活动之后，最想从事的事情是什么？目前我的计划还是跟音乐相关。就是我个人的舞台吧，感觉。就是个人的话，其实可能更多是我就会 focus 在我想要表达的音乐上面，然后比如说这个舞台我要的妆造是什么样，然后我要表现的音乐都是什么样的歌，然后舞美啊这些的服装都是什么样。团的话还是需要大家一起配合，每个人都可能会需要有一丢丢的让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让步，不可能完全表达出完全是你自己的东西，但是个人的话就是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去搞了。对陪伴走过2年时光的对方说些什么呢？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Thank you. Thank you. 辛苦了，辛苦。只能说都不容易。觉得想跟他们说声抱歉，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啊，然后有些演出没有跟他们一起，其实还是很觉得很遗憾。然后我也有去看，就是有些我没有去过场，我去看他们的视频。对于陪伴两年的歌迷，有什么想说的？很感谢，很感恩。我觉得我还挺，就是平凡的，因为我是因为真的喜欢音乐才来这里，然后我也想把音乐做好。对，没有什么，但是就是，即便就是做的也没有很好，但他们还是很努力，就是一直支持我，就还是很感动。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些评论说啊，觉得就是歌声打动什么，我就觉得很就是这是我最常听到的。觉得就是声音啊，或者是唱法得到了认可，对。但我觉得你说错一个点，就是不平凡，就是每个人生来都不平凡，总有自己的闪光点。也许吧，有些就是对，确实有句话说的是，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喜欢你的人。嗯嗯，对。哎呀，以前上学那会儿，没想到有这么一天。以前。每次都是开学发书的时候写名字写的比较多，然后就想象自己啊，就是很谢谢大家这两年来对我的坚持，然后虽然我有很多地方还是做的不好不完善，但是我想要去精进很多东西来。再来回馈大家，然后我觉得我这两年也不是一点没有进步吧，我也没有摆烂，就是我还是感觉我是学了很多东西，然后感觉很努力的想要让大家看到我的快速的急速的成长，我觉得真的，然后我不想让大家这么担心，所以我会继续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去展现这些所学的东西，然后来回馈给粉。首先先感谢就是大家一直的陪伴嘛，就是毕竟两年的时间能陪到我走这么久，知道大家也挺辛苦的，挺不容易的，就非常的感谢。然后就是说，就是将以一个 solo 艺人或者说个人艺人的这样一个身份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就是我准备好了，然后也请大家期待吧。我先感谢大家从节目里面看节目之后能够关注到我们乐团吧，我觉得，对，嗯，我不知道怎么说，哎呀，就是我觉得能够真的从当时出来一直坚持到现在都还愿意去支持我们的人呢，真的就是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切身体会，因为我们这两年其实。变革还挺多的吧，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感觉如果我作为一个粉丝，我看到这样一个乐队是变化这么多，就肯定可能看到一半我应该就是追不下去了，就是看也我们也没说就是有很多的歌吧，就不像其他，就是我觉得我们作品各方面音乐上的东西其实想的确实很多，很想去做好，但是能呈现出来的就只有那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够的，就是我其实还是有一点遗憾在里面的，对于这个乐队一直到现在，然后也特别的支持我们，很不容易。事实情况就这样，就大家现在都在上学，然后就是我自己有时候有自己的事情，对，然后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又特别少，就两年时间内其实也就细数过来没有太多演出啊，或者就是他们说的作品，对，所以真的很感谢大家，对，然后我觉得
想对他们说的就是，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对，就是我们还在坚持，也希望他们能坚持下去。那我总结一下，就是，感谢满天星们，谢谢大家一直的喜欢，大家都很辛苦，真的辛苦了。然后我们的毕业也不是终点，我们银河的友谊还一直在，然后就是，就我们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吧。大家好，我叫傅思超，来自北京，然后我的乐器是主唱和低提琴。我是徐阳，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打击乐专业。我叫任运鹏，我是一名大提琴手。大家好，我叫武星，我今年22岁。停留在我大学刚开学的那一天，和对接学姐哭着，因为看了半决赛，哭着整理行李的时候，然后没有想到突然之间你们毕业了，我也快大三了。希望以后我们只是换了个身份，去别的城市，在追梦的道路上去前行。在夏天里相遇，那就在夏天里告别吧。祝大家毕业快乐，我们俱是银河系，赛是满天星，有缘再见。嗨，银河系的五星你好，我们在2020年开启了一段属于银河系的旅程，在2022年我们要跟这段旅程说再见啦。这两年我们队长五星辛苦了。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唱歌真的很好听？曾经你说你的声音就是你最强大的武器，如今你也用一首一首的作品，一场一场的巡演，让大家看到了你的实力。然后希望你能够唱更多更多好听的歌给我们听。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舞台表演，真的超棒的，有很多人爱你。星星相信光，我相信你，所以我会一直追着光。希望你相信光的同时，也要相信你自己就在闪闪发光。我希望你以后的日子都能够平安喜乐，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快乐最重要。吴星，祝你毕业快乐。Hello， 彤彤，祝你毕业快乐。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间便已各奔东西。想对彤彤说，一路走来辛苦了，大家都看到了你的努力跟进步。虽然期间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很高兴你能够坚持下来。你知道吗？你的每次出现都给我带了很多的惊喜。即使你一直在我身边，谢谢你成为我黑暗生活中的那束光。每次无论在哪，不管多远，我都会去为你应援的。期待你的新专辑，唱歌真的很好听，多发点歌吧。然后跳舞，真的好喜欢看你跳舞，相信你什么都能做得好。我们彤彤长得帅，大提琴拉得好，或许你也获得好，在我心里彤彤值得天下最美的祝福。一定要加油哦。高兴当初能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遇到你这么棒的一位打击乐手，
喜欢你的这两年，我无数次的和身边人夸你，所有人都知道徐阳有多厉害，多棒。非常感谢这两年以来你带给我们所有的温暖与快乐，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能够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向前走。另外希望你可以坚持自己的初心，毕竟这是你的人生，你要坚定你自己的选择。愿你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发光，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永远开心打鼓，万事顺利，去奔向更大的舞台吧。 UFO 会永远做你最忠实的观众。好的，那么就祝你毕业快乐，祝你两周年快乐，我们下个舞台再见吧。中国新乐团打击乐手徐阳，毕业快乐，我们下个舞台见。嗨，超超，毕业快乐。从明日之子到现在，那个叫傅思超的男孩被大家记住了，挺佩服你能够永远毫不吝啬自己的热情，把最积极的一面带给大家。你让我看见了古典音乐在流行音乐中的更多可能性。你一直都是一个很有自己目标和想法的人，所以未来请继续按照自己的内心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吧。虽然你现在毕了业，但你的未来还有很久很久，我们的爱也会一直陪伴你很久很久。嗯，是你的旅程呢，你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吧。期待我们在更大更多的舞台见面。未来很长，我想陪你很久很久，跟你继续闪闪发光。毕业快乐，再见银河系乐团丁提琴手傅思超。你好傅思超，下个舞台见。谢谢。看着你们在明日之子乐团季从两个人开始走队，慢慢变成一个五人乐团，这中间的过程真的是一点都不容易，也很感谢你们在出道以后为银河系乐团做的努力，你们做的牺牲和坚持我们都看在眼里，虽然可能有很多粉丝看不见的挑战和挫折，但是你们永远都没有放弃，也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什么，但是就很努力的把银河系乐团做下去，真的很感谢你们。很幸运在2020年的夏天遇见了你们，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满天星，一起创造了很多很美好的回忆。那么接下来银河系毕业快乐，银河系探索卫星，创造奇迹。银河系探索卫星，创造奇迹。